请洪文老师所要讲的题目是罪根罪芽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勿看过我的车牙出一个，以前勿看过我车牙出一个，啊，就恁只要人是看到我了，我阁无一届，勿看过我的车牙出。你无输无记的，大家拢安尼讲，拢家饲要无输尔。今仔这个感觉无教咱平常饲无啥同款，请勿看过我的牙齿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我知影恁的水准啊，是袂歹。OK， 啊，真欢喜教咱来分享，因为我拢离花基长吼，我真差不多一两个月离花基长无使，因为无输在我遐讲代志，啊，就啊邀请我甲参与伫咱礼拜的无使内面。啊，我虽然正哎叫正学问吼，我差不多出来学西已经三十多年啊。啊，我做侪工课教，我常咧伫听咱先看到咧唱歌，因为我就在咧指挥性歌队诶吼。啊，我诶歌名是 Opera， 恁听听吼。我是唱这种诶，拉布麦破皮麦，破皮麦连坐，我唱这种诶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以前就是这种诶。我原来三中教诶指挥性歌队差不多有。几年时间，我咧进入生活规，我就感觉讲，哎，拢唱别人歌无啥趣味，所以我一礼拜写一条歌，我咧生活规唱嘛，写四十外首歌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咱都要用新歌来学罗上台，阿咩？所以我迄阵做这款代志，尾后我要去读新人医，结果我大学新人医的时阵，咧罗规个老师讲，哦，阿你我欠伊嘛，老师你来教好唔好？我是要来读新人医的呢，我就问我老师，我老师甲我讲讲。何文啊，咱顶落教会无请牧师啦，你要用伊要传道无？所以伊较讲讲，安尼有通哦。因为吼，牧师坐坐啦，啊，毋过用伊要来传统，因要无坐，所以对迄当时甲即满三十多年，我就用伊要来传统因来甲人分享上帝的好啊。所以普通我差不多二十年前，我决定一件代志，我就问人教会出资，为虾米呢？请兄弟姊妹，请你回答我。外口的人需要福音，还是咱教会的人需要福音？外口的人吼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外口人毋捌听过福音，教会是要互即摆来教咱来来敬拜上帝。的确，因毋知影入捌进入上帝，所以就住外口乱乱踅啦。我发觉伫台湾一个所在吼，是足侪人口，因可能规世人毋捌来教会，逐礼拜拢会去的所在叫做亚齐亚啦。咱夜市啊吼，人足多啦。我较捌去咱台湾的庄头吼，少少庄头一两百户，安尼嘛，一个暗时嘛过老百个人。所以我就发觉讲，伫咱教会办报道会吼，有当时啊开足侪钱，招无几个。啊，毋过你如果办报道会，要开钱，甲人欠甲上帝头前。有一下我伫台北市政办报道会，办了时，牧师甲我讲，哦，我教会开40多万，去苦足侪人来。啊，我讲问偌济人捐钱。伊讲差20多个呀，我哦安尼吼，我开20000块，我伫新庄夜市啊吼，嘛是甲你同款白色时间，赚200块钱就好啦，无偌济200块块钱，赚啊遮济啦。我著甲迄个牧师讲，牧师，安尼你若做做生意啦，你要投资啥物款？伊讲安尼款，你会投资钱？伊讲我会投资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著发觉讲，伊外口传统音，互人认捌上帝，迄种比率比咱现在教会办报道会较好。所以你看，安尼，我从迄阵开始，我就无咧伫教会足少，伫教会办报道，我就伫外口办报道会。到今我差不多有超过1500场外口的报道会的即种情形吼。啊，虽然走过来成功教会，我出去30多个国家，总是我感觉上帝伫我的生命里面做一件真水的代志，就是我的同工。啊，不是咧，教务长问我讲，啊，恁用安尼音乐传统音有啥物？见啥物效果？我无啥效果，出33个传教者尔，33个传教者，差不多一个牧区啦。咱从偌只牧师加起来，我毋知有33个，我毋知。啊，毋过兄弟姊妹，当我安尼回应上帝的时阵，我就发觉上帝伫我内面做足一水水的工，甲你的隔壁人讲，上帝嘛要伫你的生命内面做水水的工，做水水。这跟咱水准有关系，今仔要跟咱大家分享做工做盐。来，下一章。好，咱就那个听过啊吼，盐要创啥物？盐要创啥？咱叫厨师轮。哎，你是听无暗插无？盐要创啥？
调味嘛，哇，袂歹，安尼恁有反应。呀，阿光要创啥个？照路嘛，对不对？兄弟姊妹，咱为什么圣光在讲，咱做光爱做盐？下一站，我好讲，伫教会内面，咱利用教会间讲来看社会有当时啊无啥准。你来看伫社会中间来看这个社会，你就知影这个社会乱糟糟，乱到一个程度，乱到我变做哎，那个乱到最高点，心中就有秩序了啦。为什么？你来看那个赛车，你撞来撞去，红灯嘛撞，前灯嘛撞。我高雄人哦，一个迄阵咧讲一个真笑话，讲你若来高雄的时阵，你前灯爱放落来，为什么？因为红灯迄边冲出来。啊、哦，你讲安尼啦，我唔知咱中华安尼啦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会发觉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无好势的所在。神学家巴克伊安尼讲，神学家巴克以下出一个认捌神、认识神。伊讲这本册内面真重开始就讲讲。现代的教会真大危机就是安那，唔是因为教会无工课，唔是教会无服侍，因为教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是，巴克这个牧师，这个神学家讲，上大危机就是教会兄弟姊妹对这个神无啥熟悉，对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不大认识。你讲啊有影无？咱就逐礼拜咧做礼拜咧，兄弟姊妹，你甲这个上帝敢有熟悉？可能咱读十届、读一百遍、读一千遍，兄弟姊妹，我讲一个真简单嘞，在座二十年信主的，你先跟读过二十遍的，请举手一个，15遍、10遍，我拍你个200如何？在座有啦吼，安尼敢上上个三个举手。啊，像恁恁无啥物常怀念，无算无滴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讲跟教会一个真重要物件，就是咱虽然敬拜上帝，咱甲这面是无啥色啦。外口人啥啦？因根本是无法无天。为啥物无法无天？因为因根本毋捌上帝。我一摆伫一个教会，带人某一个教会，袂使讲名，讲名你安尼歹势。伊啊叫拜尊哦，叫拜甲真正嘞，甲咱的敬拜团只啊像同款哦，足正的吼。啊，真正我去中国过会记的，伊讲。上帝啊，我要为你死，为你到我，哦，我听出个讲少年囡仔嘛吼，啊，大家钱大嘞吼，比咱即较大声啦，吼，做大声音国国落安尼吼，啊，教会人安尼吼，一切切吼，结果兄弟姊妹，如果讲请你献几马，迄落马拉基书第几章第几节，兄弟姊妹，我拄啊看七八个字，头一下少年嘞讲伊啊，手机啊伊啊愈愈比我，啊，一个人我拄啊听着，我耳甲阁袂歹。马拉基书里什么所在？兄弟姊妹，伊昨日在你讲我要为你死，为你讲我活，你会国教你？哎，落去圣经无熟，兄弟姊妹啊，第一个人嘛是像安尼啦，咱唱圣诗，唱到上帝啊，我要奉献给你，结果你拢倒去落，裤底啊摸起来，迄规太阳内拢无裤弹入去，结果全部奉献给上帝。你兄弟姊妹，你会发觉咱的信仰那真大危机，就是咱无一摆敬畏上帝，所以咱做的物件常常甲圣经、甲启示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这个世代是一个阳无面、光未倒的一个时代。世代，我用五点真简单讲啦。第一点，现实的痛苦指数一直增加。我的查某囝一个4岁，一个16岁。兄弟姊妹，我的查某囝是细汉时阵。我就甲问讲，请告诉我你学校好不好？他说他不想上课，你不爱上课。我问他不爱上课，伊讲去学校上课吼很无聊。我甲问讲，啊，你讲上课很无聊，不是天天考试吗？伊讲考试考得很无聊。细汉就知影讲啥物叫做无聊啊啦。我甲讲，我这个查某囝嘛真聪明，伊是该会早起来讲，爸爸。我觉得好痛苦哦！我你为什么痛苦？三岁囡仔痛苦啥？伊讲，因为我今天又要忙一天了。三岁囡仔讲伊忙一天啦、啊，爸爸和你讲忙一天，你讲伊忙一天。兄弟姊妹啊，是只个一个程度。囡仔烦恼吼，未比大人较少，你敢知？囡仔人个烦恼未比咱大人较少哦。伊讲我大人，大家为生活拍拼。是，那无用啥，你到囡仔，你干呐，干呐食饭尔，嘴开开，安尼合咧，安尼你烦恼有哦。我安尼讲哦，前一阵仔我去嘉义服侍，嘉义女中有一件代志真特别，安尼特别你敢知？有7个女生因为脸上长青春痘跳楼自杀。啊，
你讲跳楼自杀，因啥物原因？是遇到啥物代志无？因为写青春痘，因的同学拢伫遐，伊讲哎呦，你食青春痘，你不会保养，啊，就互相安尼讲来讲去，气着，毋是因为讲可歹，跳楼自杀。兄弟姊妹，你毋通讲你的烦恼真济哦，囡仔烦恼阁愈济嘞。请回答我，国小烦恼无？有啊。国中有无？有。高中有无？有。兄弟姊妹，我的查某囝即摆要读高中啊，有查甫约，查甫约甲约阮查某囝。请你甲我讲，我做爸母的我有烦恼未？会未？我的查某囝若读到大学，若有查甫咧约，我有烦恼未？为甚物烦恼？有人约甲伊就可能暗时啊较无啥物回来，我蛮烦恼啊。啊，我的查某囝若无人约，我有烦恼未？会未？会啦，较会未？查某囝出去啦，出去约会啦，为甚物？哎，我爸爸，你甲我生啊这安全，我是要安怎处理啦？兄弟姊妹，查甫你讲巧真好，拜托诶，请问一下，你若做爸母，你的囝受巧受缘投，你会烦恼未？哎，你是听我头话，回答我一个。今日我来讲，我刚才才讲，讲三十分尔，回答我，会烦恼未？会啊！哎呦，这个囝真巧，智商180，真好，刚好。你大讲爸爸，我懂了，你不懂诶，你会烦恼未？会啦，你若囝若变较巧，你囝若受缘投的，你会烦恼未？袂哦，你讲无当有影，安尼你不一定拢生查某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囝若做做查某较巧的吼，生啊受缘投。哎哟，安尼啦，拄着亲戚甲厝边拄着，哎哟，你囝八岁尔，这真巧。我查某囝6岁尔，安尼咱两个指腹为婚好唔好？为虾米咧？较紧定定咧，啊无即摆嫂子我查甫的拢无好定，啊毋过一个是查某无好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会好感觉，不管老大人，不管囡仔，大家拢烦恼。为什么痛苦指数增加？兄弟姊妹，最痛苦的人，有钱的人会烦恼未？会未？会啦！你若讲哦，我足有钱，我拢未烦恼。我讲我较足侪有钱的人，我去王爷平头食饭，我发觉一个物件，伊今仔食一碗饭，这细碗我无甲你变，我还敢食三碗饭。菜我停了了，我看这少年又倒来。迄个今仔过来做见证的唱歌啦，哇！迄歌声声，哇！真个真好食。我连最多安尼无好，伊讲变少年人袂歹，安尼你会食会做。大家点点变遐多，主管拢唔呐对，食煮辣料，要假啦！啊，包括我来加食过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你甲看，即、這个社会变作啦，大家拢感慨家己，为虾米嘞？因为惊咱心内问题，互人知影，所谓痛苦，苦甲一个程度讲袂出来。才会感觉在做，你感觉你生活过得真好，是拢无烦恼，伊才严重嘛？你哪有可能？安尼讲我真，请你回答我，伊有痛苦无多解，才严重。嘿，我是无滴嘛，他安尼，我袂讲得袂变，我是靠慢啊，搁回答我一个，你会感觉你生活过得拢足好势，拢无烦恼，才严重。有啊，嘛是有人惊，感谢上帝，你是我真。手也来哦，不是哦，阿了，阿你姊妹，我讲了无对，现代人痛苦苦讲讲袂出来。第二个，咱的价值观建立伫物质顶端，为啥物？大家拢要批批评。哎呦，你批你啥个歹势哦？我拄啊要变斯沙巴啦，你敢知影我意思？你搁拄着一个讲变斯沙巴，我批遮假个，啊无你要安怎？所以你啊看，大家批来批去。为甚物？你穿个拍你拍你，安尼这是你的生活，歹势吼！咱教会嘛是有影响，咱教会角度爱有一个 PhD 才使角度，安尼才有叫内容。咱若要分享啥物家庭议题，最好破两步，一步接个一步，安尼较有较权威。咱嘛拢找一挂有名望的人，咱开始找这个欧巴桑，欧巴桑，你起来教你，来甲我讲恁安尼教囝，你生十二个，教咱大家拢读博士，就少啦。那我从博士来讲，我愿意找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为啥物？伊无权威啦，你较知伊无权威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价值观，咱的价值观，伊都无价值观，伊影响咱拢唔知。第三，时间无济，迷失伫自由、地球的追求中间内面，咱嘛甲外口的人同款，是要去甲人比拼。第四，自由的伫自我的捆绑中，要是要解脱，要解脱。咱嘛讲啊，个真自由，安尼上好。最好路都是我开的，上好都拢我开的啦。上好啥物物件拢我的啦，安尼叫做自由啦。
也伫真个当时，你会发觉社会乱，就是因为大家拢安尼想。第五点，理想已经毋是咱个梦想，现实正做咱即马生活个根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食这哦，先花意思不食迄啦，啊，其实地牛排即大地，甲恁两个个营养差不多啦。你敢知花意思？地牛排营养分即蛋白质，甲你两点两煮个差不多啦。为啥物安尼讲？食即马够消化拢同款，啊，不过咱是讲牛排叫做高贵，卵叫做真粗俗。兄弟姊妹，咱变做咧对于即种人看到个物件。第六点，咱个基督徒影响力愈来愈少，这是真严重个问题。以前基督徒对社会影响真大，我听高俊伟牧师甲我讲，伊讲安那，伊讲我以前咧传福音个时阵，我看到人要来敬拜上帝，我看到咱个教会真大个成长，甚至咱整个教会会家运动过程，差不多200间教会到几间。十年内面增加要800间教会，所以教会讲的是啥物？你敢知？教会咧讲，毋是讲啊，你教会欠几千万，我教会欠几亿，毋是安尼。即阵教会上流行个对话就讲，你教会开到几间教会，你教会开到几间教会，你教会去到宣教，你教会是安怎帮助人？你敢知影我意思？迄阵咧教会讲个问题，讲个议题拢是即种，即摆咱个议题咧，哎，阿弟姊妹身躯无好势啦，啊，为个事咯，工作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你也看教会的影响力愈来愈少。第七种，上帝叫你超出一群敬畏神、无爱世界、伫罪中会伫浮浮浮浮入的人，甲伫只浮华的荣耀内面超出啊！人上帝咧找一款人，兄弟姊妹，即、這个盐若袂盐若无味，电梯若袂倒，你着看咱是安怎影响别人。下一章。基督徒的性命有三种宽恕，第一种宽恕是盐的性命。咱前头讲过，盐是啥物？会使会提味的。咱在座有迄个厨师无？举手一下。厨师，总婆师无？好，安尼咱会使开一个总婆师团体，因带咱彰化福建总婆师的信仰说，我发觉一个物件，煮地煮食拢为咱彰化出来，煮食，安尼够开。哦，诶，即真趣味哦，真趣味哦！你看盐咧放啥？提味啊！你个菜做即真，我讲伊真好，对不对？你若出个盐着，迄味着走出来，菜味着出来，肉味着出来，足香个。所以盐会使互味好出来。第二种会使调和，啥物叫调和？即、這个物件甲即个物件人做伙盐落去着，拉拉做伙着足好食。第三点我无写，盐是啥物？盐是上好消毒个物件。兄弟姊妹，教会有人总爱讲出我有无无？兄弟姊妹，这不是教会原来形式，教会是爱你甲我，借着上帝伫咱内面，借着兄弟姊妹服侍，互咱会使互相和谐、互相接纳、互相鼓励、互相扶持。兄弟姊妹，有个人家己有伫教会内面，拢无要讲伊家庭个问题，因为人济嘛，无要讲。到有人愿意吃做迄个盐，去了解迄个兄弟，了解迄个姊妹，讲恁厝到底啥物代志，我先为你祈祷。恁厝有啥物需要，我敢会使为你祈祷，甚至我会使做一寡代志为你来做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盐的功用。要吃做盐的，请举手；要吃做盐的，请你举手。可能我爱讲英语较会使哦。你愿意吃做盐的，请举手。啊，不愿意，若无举，你无举手，袂要紧吼，因为你可能听无我咧讲啥。第二项，下一章，除了盐的功效以外，咱基督徒爱做光，爱做光，啊，你特别讲我要吃做光，光甲黑上乖无同款，就是啊啦，光会带来真大影响。光会人看会得，我特别去研究，为啥物光会烧吼？咱敢知影光吼有足侪元素吼伫内面。我就想啊，为啥物光，即个光线，即个彩色的光线内面，为啥物会烧？我真好奇去研究，我较知影讲，即个光内面每种光的光源、光速、光速
拢无同款功能，拢无同款功能。紫外线是啥？紫外线，咱讲拿出来爱为啥涂一挂啥物防晒油？为啥物？是光内面无好用？唔是啦，有一种物件叫紫外线，伊辐射线会伤害咱的皮肤。啊，我是讲，啊，光内面，哎，这真好啊，烧烧真好啊，啊，若烧了伤济吼，就皮肤就无好势。你看为啥物会感觉真热？因为光内面就叫红外线，红外线。光内面有黄光、有白光，啥物光拢总有，因为是彩色的。总是你若有迄紫色，甲你照入你的皮肤，迄个咱的辐射线内面同款的意思。所以遐尼姊妹，光有无同款功能，总是有真三种物件真重要。为啥物？伊予乌暗无看的。甲你讲，甲你计表讲，光来乌就无看。所以光若来，你要看甲乌暗的所在就无去。社会需要啥物？社会是需要你，需要我俩。社会需要咱吃做光，让这个社会，因为咱在迄个中间内面看到改变。我最爱讲一个咧，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伊是外国几啊岁，伊最爱干服侍，哦，伊是一个生理人。伊本来咧甲我讲伊安安安啦，我敢会使问你一个问题？因为做伊在做房地产，房地产，我就问讲，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你吼，你安尼讲我真好，我甲你借问一下。你会送红包未？我甲问讲，你会送红包未？你有看卖，你安怎回答无？哈？对，恁拢咱拢知下点对，伊唔敢回答我，一点点。兄弟姊妹，咱有在讲要诚实，诚实容易不容易？诚实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哈。公益容不容易？公益，然后爱公益啊。一个人在做着，就我捌一摆伫阮家头前一个少年囡仔，手一个妇人手背包，手背包，我看着危机，然后走来一楼，冲着去，我手夹，手夹哦，我声做大声，你敢知？我手夹哦，结果你敢知？厝头厝边头尾全部门拢关起来，无人出来。我话手夹，我就是了伫路上，我伫路上，我就大声骂讲。这人恁家的人手夹你来喏，点点无人插话，你敢知？兄弟姊妹，公益啥物所在，大家拢做到花店了，才是拄着。你看你站出来嘛？兄弟姊妹，你若光若无前途，我相信光的功能就是有限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爱寻求光，第一有光要有亮度，第二有热度。啥物叫热度？咱的性命，予人感觉会到的，迄一道是啥物？你敢知？就是疼。啊，你计别来讲，咱心内爱有疼。咱大卫为啥物要用伊的皮肤来吃做别人的祝福？是因为有疼。马该为啥物把你讲扳嘴齿？因为伊心内有疼。当然，迄夜拜夜夜就讲，你要信耶稣无？伊若无信安怎？等下摆一个病医要安怎？我唔知为啥物是，我足想要去后摆等于天家问我妈解是用这招传人信耶稣的啦。哦，来兄弟，来，咱要出去吼，啊，出去这段，请问回答我，你要信耶稣无？你无信耶稣啊，囡仔那无啥好无？下摆一件吼，安尼无一招，所以无人敢讲妈解讲，我唔知是伊安尼用，总是你看假位，你看假位，我感觉伊的命。伊就要看病啊，结果伊个命就无去。我咧想，咱个性命若是讲，就算咱个人生个抗战，咱拢会吃做别人个祝福，你会同意吗？你会同意吗？老弟，如果你会同意吗？生命不在长短，在乎你的内容。你个人生若无内容，还是互你活百年，你感觉你快乐？我活无？活一百零三岁啊！伊讲安那，伊讲活每天拢是上帝的恩典。我讲啊，除了上帝恩典嘞，伊安尼讲你敢知？我等要见上帝。伊讲伊要等要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若无内容，我会感觉咱人生意义袂出来。第三种，除了盐，除了光以外，下一章，咱的性命什么现象？以赛亚书六十九第十讲，形体
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着你，照照耀你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性命也像盐，在咱的生活里面，人就知影咱是一个调味剂。咱袂有感觉讲，有的人讲话作酸，你讲话袂酸，为啥物？因为你的讲话，予人感觉真温暖，真有温暖。我捌听到有人讲话是安尼，哎呦，你看这里憨啊，憨到白白睭。另外一种讲话讲，哎、欸，加油加油，继续努力。你敢知道我知影，这意思差别伫啥物所在？啊，你认为你若接做盐，一件无好的代志，因为你的包容，因为你的扶持，你就发觉无办法的结结果。最近一个研究，一个教育家研究讲安那，伊讲一辈辈一个囡仔要教好吼，真简单，甲鼓励、甲肯定，比甲骂搁较好。伊讲伊要做一个研究，为伊的学生啊吼，找一二十个学生来，为大家伊的校抽一二十个学生抽出来，甲讲安那讲啊，讲这学生啊拢是自由生，啊根本呢，这是抽签的，我袂抽的哦。讲自由生，叫做过一学期了吼，这个自由生，所谓的自由生，功课拢比人较好。结果，这个教育家去研究，哎，了解这学生啊，因的智商不过比人较悬哦，无比人较悬哦。那为啥物安尼？因为老师有真有计划来劝着这个人，让这个人袂讲，哎呦，你读书太这尼含慢啦，啊，你做代志太这尼卡手慢顿，你这安那？你莫甲讲这，你讲哦，真好，真好，佫较好。哎，逐个咧，佫加鼓励。兄弟姊妹，伊讲安尼一学期落来，这个囡仔逐拢真优秀。所以兄弟姊妹啊，咱的性命乃在吃这老饱的祝福，咱就莫讲迄个有诶无诶话，安尼好唔好？安尼好唔好？甲你隔壁讲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咱来吃这别人的祝福。咱的性命，不只干要吃这羹、吃这盐，咱要有好的行为。兄弟姊妹，即位上帝互咱所信的，即、這个好的行为，咱毋是干咧去教会讲，你好我好，大家都大家一起好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安尼了了了。咱要家己人个中间内面，赶快互人感觉到，咱基督徒好的行为。咱若有别人感觉咱个好行为，伊就看着讲，咱甲别人无共款。我捌拄着一个人，我即个讲，我差不多要结束啊，因为时间过要到。兄弟姊妹，我即一个黑衣裳，伊咧夜市啊卖物件，大家卖物件的时阵，伊就讲，歹势，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卖物件要甲你趁合理的利润，我袂乌白甲你趁。即项350块，我批出来270，我卖你300块，你莫甲我抬价。兄弟姊妹，白白伫夜市大中间内面，即搭卖了上好。为什么卖了真好？我毋是摆一天，我毋是摆两天，我逐日摆来摆。所以顾客若要买面罩皮、买枕头、买布衣，拢来找我买。兄弟姊妹，因为伊一个人，我亲目睭看，迄条街啊、夜市啊，拢安尼卖。为什么安尼卖？你敢知？因为伊看到这个柜上卖的物件，虽然伊做个花把件，总是伊真诚实。所以隔壁摊迄个看本来卖吼，250块的物件拢看500，啊你开3块嘛，对不对？开3块，伊就足诚实，甲这顾客人讲，我来甲你赚，我赚袂济，因为我的生活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相信我安尼做，我唔爱油钱，所以拢共讲，遐迷信家拢来甲买，为什么来甲买？久久啊吼，要换面罩，为啥物就来这摊？为啥物呢？因为这个人真诚实。兄弟姊妹，诚实有当时啊吼，有人犯错，你敢知？会袂？会袂？你讲话，你若讲收诚实，我感觉无好呢，这爱改进呢。哦，你这个人是要破我凉水。兄弟姊妹，我捌一个兄弟咧做工程的，做工程的，我甲问讲，你是做这种工程是上头的还是上尾的？伊讲你对。为什么对？大批咧工程包了了，拢包好伊。啊，包好伊了呢，伊就算成讲差不多偌济利润，啊，搁包互下一层的人做。伊安那讲，你敢知？规个手头骨力做人，拢要改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款包落的时阵，虽然你叫我利润无去啊，伊讲我算上少的，我薄利多销，我为我所赚的钱一
部分剩咧，互我诶下游诶人真是去做，所以做一个人怎爱做生意？你敢知影？做到尾啊吼，迄、那个上悬诶迄个人，伊讲诶，你做来袂歹，我帮你来做。所以做一个大诶工程，就汤最近一寡物件，我袂使讲物件，伊袂使讲吼，伊就安那规落接过来诶。伊讲伊包好人，嘛是共款安尼，当伊甲政府包办嘛，包了伊讲。感謝上帝，這個案應該是無我的份，總是伊的好行為。人頂懸的標題，人講啊，這個人袂歹，伊袂偷工減料，袂無白來，所以直接哦，當然嘛是要標，為攏要做就好做，做就好接。伊接人伊講，伊咧接標的時陣，伊當然也是講感謝上帝，因為上帝是敬畏上，要上帝是舒服的上帝，我得敬畏伊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大家看到伊包本来拢会，大家拢会伫遐包扒拉店咯。那伊接的拢无人甲伊包扒拉店，为虾米？拢知影即个人伫外出，所以伊接到了，互因遮个同事咧做个过程，解做讲，我做你一件比刘浩做物件较济。你敢知我意思？就是解接的人，伊就讲，即、這个人互我看到耶稣的好行为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上帝要使用咱，咱来活出好行为。因为等下咧好用为显明的时阵，咱的厝边头尾就使感受上帝的恩典，看到上帝的水。我最后有一个人，我唔知念偌边用牧师恁熟悉无？北港教会牧师伊退休啊。我一届因为我有差不多八年时间伫台湾吼，迄阵我开始出来，我学校无教了，我就开始出来，传统伊要走去台东两年，台东要走去两年咧，因为台东。二十多间教会，我一天就走了去啊！啊，走了讲啊，迄个牧师咧问讲啊，你敢会来遮偌偌少？为虾米？我就是讲啊，我就是要来关心一下吼，关心遮个偏远的教会。啊，其实我嘛无啥物资源，总是来甲看甲看。看完了，我就去做走去山地，帮知影牧师，帮知影牧师了一段时间了，我就读过了，我走去高雄开始做夜市的报道。做高雄报道了，我走去北港，我走去北港的时阵，我就读七个人伊遐。带人去住了，服侍到尾啊，伊拢去读神学院，我要走去搭工，去中立，最后我再回去台北。这过程中间内面，我看到一个真重要物件，就是咱老天好用伊，别人会看到上帝。啊，外边的牧师就是我帮他拄着的，伊安那你敢知？我就甲问讲，伊就甲伊是甲问啦，我啊，嘉善人，你看嘉的这个所在，哦，啊，伊就准备退休啊，我牧师。伊北港遮做了足过工，因为北港奉天公的当属地，伊娶信主的，拜妈祖迄个，迄个委员会当属地，伊娶信主的，伊的子孙啊，即马尊敬天神咧敬拜上帝，伊就讲安那，伊讲我活伫即个世间内面，毋是安尼讲耶稣尔尔，啊伊就问我讲，啊你是安那互人看到耶稣？我就讲作一个理由，伊讲这理由毋是理由啦。要予人安怎看到耶稣？要予人安怎看到啥？伊安怎讲？你敢知？看耶稣，毋是叫伊来教会聚会；看耶稣，毋是介绍牧师互熟识；看耶稣，毋是做好代；看耶稣，借着你予人看到耶稣。伊就安尼想讲，看我就知啦。看耶稣，你敢知我意思？伊讲看我就知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伫叨落？亚索里达勒，我一个讲大问题啊！亚索里达勒，看我就知啊！你唔讲，来，家己拍胸脯一下，看我就知。为啥看我就知？因为我是亚索的学生。你看我亚索哟，看我就知。那你隔壁讲，看你就知。为什么看你就知？你的脾气，你是好所行。看出来，人照着你看着耶稣。咱今日到位要有路，请你唔通想迷信，背教运动，不然背教运动做教书啊。大家遐一两摆牧师坐伫安尼训练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啊你开牧师来受训，牧师大家都无用啊。开到咱的中会，咱的小会，开会请一寡中职、一寡有心传统音乐兄弟姊妹来受训。啊，计牧师已经真无用啊，你是要安？你伫个遮，真臭个大鱼哦啊！结果总会嘛是搁第二届，搁叫牧师来，
我怕你是听我插我啊，专门叫牧师来是要安怎？这惊牧师收无收无了了。兄弟姊妹，未教运动，未教运动，不是看牧师；未教运动，不是看咱中正；未教运动，看啥物啊？看我就知。啊，你别听人讲，看我就知。你讲迄个姊妹坐遐坐轮椅啊？兄弟姊妹，我捌一个坐轮椅的姊妹，带一万块人去耶稣。伊叫做姓林子，姓林子，所以咱人是讲啊，我一定较真大个荣耀。前日教会有一个姊妹，专门甲人处理后事的，伊予上帝接伊了，为个前日吼，前日赢教会啦，赢教会，差不多200多个人来甲送，迄规条路吼，连乌都都出来啦，乌都出来甲规路。十外台乌头，我请你甲接，为啥物呢？伊讲即个人，大家拢看人，着艰苦事时阵，伊着出现，共安慰，共鼓励，甚至甲遮个家属好，搭一个程度。伊尾仔伫个往生村甲洗身躯，有当时啊，家己个亲人无一定拢叫别人来做，伊洗身躯洗洗个，互伊穿水衫穿穿个，足济人真感动，讲我对我个亲爸母无一定是安尼。你这个乌目屎，为什么为我做？所以尾啊，因为讲开玩笑，连听教会有足大部分的人，拢以传信主的。兄弟姊妹，咱若好所行，咱咧荣耀上帝，互咱永福教会成做彰化的祝福，安尼好唔好？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安尼代表讲，咱永福教会要成做彰化的祝福。好谢谢你牧师吼，我带来你牧师报告，我感觉到干了，你拢无做做咩差，后摆我咪着华语同感觉就好，我咪着国语同不华语来台语同感觉拢无啥物差无。但是因为咱互上帝来迎合好，啊我今日发上大声，安尼你袂歹，安尼我这里我发交给你，安尼接着你负责传给大家。上帝求上帝使用咱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予咱真做光，真做盐，有好所行，予人看到，照着咱看到耶稣，咱才敢祈祷。阿爸，先来拜上帝，你听我，所以借着圣经的话语，予我知影，阮是光，阮是盐，阮爱有好所行来荣耀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每一个兄弟，予我伫阮的生活。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互阮会使互别人看到基督的水、基督的好、基督的荣耀。感谢上帝，互阮站起伫彰化这块所在，毋是干呐阮办活动，互阮的生命加做一条水水的歌，互人会使吟，互人会使听见，互人会使感受到对你来听。感谢上帝，愿你的话加做阮兄弟这礼拜的开力。当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